几乎怒气是花不完。这个线上四手怎么22等而已？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我那边了。For all the trouble you've caused. Any left for me? 很快哦。等下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哎，他人。都不敢相信。根本就回到一代的那种感觉。我只有在注意时间而已。没办法欣赏他战斗画面。你自信开始不能不无法自信。他不是说他可以抓吗？他说崩溃的时候可以抓他。27人，为什么这边这么多这种脚踏的、欸？哦、啊，是之前我的那个任务的地图清不干净，这部分处决掉。瞬移瞬的也蛮夸张的。
间慢下来，开这一招时间就慢下来。可是我的眼睛会一直看左下角的状态，因为它处决速度在借力模式的时候算很快的，不会说慢慢这样，然后慢动作这样放给你看。Say goodbye to all hope, human. I'm here to take it away. Time to crush you. 嗯，后面晕了，那就奇怪。没有要让那个击杀他的，我只是过去晕他而已。不可思议啊！太扯了。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装备，大概就长这样。还有这这个就是几乎是常驻这两件，这个就是射下去匕首投两个，我可以获得威力的。那这随便配的，因为原本我是用这个锤，但是懒得升级，所以我就直接用它的。它晕眩的时候会补充五个箭矢，大概就这样子。那斗篷就是说怕线上工程的时候嘛，有人用我诅咒，我陆续就会扣很快。戒指的话就是刚看上一场战斗，就是我晕过去直接吸它，回复生命值，赶快去处决敌人，大概就这样。这大概就是我的技能配置，给你们参考一下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